很少弹，是因为很容易睡着。这个音乐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艺术形式啊，就是说它可以借由你的听觉然后带你到另外一个空间，这种感觉。我每次弹巴哈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快要看到上帝，这个很奇怪的感觉。好，还有什么朋友？